哎，老杨，你看我这都是好皮肤，你怎么没有呢？哎呀，我的金皮，大帅，算了，大帅，大帅，我要换成我的紫皮。啊？我抽出了个催眠仪出来。举报。别举报啊！真的是。我在鬼屋。不要跟我说我没有的东西。我在你的心里。屠夫，哎，屠夫在哪呢？蜥蜴。啊，屠夫好像在那个桥椅子。哎，他往那个往起点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在起点等他。哎，你说。因为他往鬼屋来了，他光我鬼屋来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个鸡鸡修好了。我上二楼搞他一下他心态。好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六六六。但他好像。不应该是机械，不应该是先知上二楼，佣兵在下面搞的心态吗？怎么会佣兵往二楼上？他爬上来了，然后他发现是个我，他走了。他爬上来了，他很难过。他往那个旋转木马走了吗？对对对，那我走了，我在搞台波心态。起点我在九，别来了。没有起点，起点就一台电梯。旋转木马走了，没有没有，他没往旋转木马，往那个二号站下面走了。好的，在我这儿，我操。没事，老杨，我有鸟。不需要，直接开车，不给他面子。跳了，跳了。他跳到车站上面，给你个震慑，鸟都没用。哇！举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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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往里打什么东西啊？这闪现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救了吧，这玩意也救不了啊。能，我二战有车了，我还能接大众。我还能抢救一下，黑黑黄大花地，不要卖我，我还能抢一下。哎，做动作了，他对你做动作了。啊，那是你的粉丝啊。嗯，一会儿我下把我就制裁他，我就弄他。那你就说你要不要鸟？要。哇。就吧。不用鸟，鸟给。不用鸟。哎呀，这个没吃到。好了吧，老杨，等等等，好，他跳上，没事，接，他跳上去了，跳上去，你把谁给我抢了？啊，往上面跑呀！哎，动的，我接了，大路，啊，我走了，我不知道谁抢的，反正不是我抢的，大动的，不是，我以为，我以为这个都要我接，然后你们那边过来，别说啊，为了正义，来，举报他的刘启。又来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演了。同样的剧本，不是，因为现在接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是有动你就接，因为就是指向动接习惯了。哎呀，我身体不好了。没事，这盲女卖了，没用。没卖，我还能抢救一下。那谁能救你吗？还能抢救吗？能，二战有车，砍一刀，哥哥。这这么吓人！他要等跳，走，他等跳，走，开刀，可以，开刀，就这么，哎呦我操！他没跳了，直接上，快，我卡了他一下，我给他卡位了，哎，可以啊，我给他卡位了 ，nice， 漂亮，牛皮啊，楼梯给他卡住了，追我来了，来我这边，老杨。我摸你，太他妈香了！哇，这个秒倒怪都被救下来了。啊！在追我。摸！哎呦，我的小心肝儿！哇，这波漂亮！下次我再也不接动了。你重新修一台，别修这台。没用了，我举报已经点上了。我都把你摸好了，你还举报我？有没有遗产机了？东东，我不能救了，我没补，我没治愈了。桥上可以补，桥上老杨补。那个鬼屋里面是不是有台啊？鬼屋里面我好像应该有。鬼屋里面有，那鬼屋里面那个。现在那个我修一半了。对，机救我去，哦，就机修。二号站下面修了很多了。二号站，那谁修的？多少呀？大概20%吧。鬼屋里面修了一半了，有没有人救现在？那卡死掉。我身体不是很好，没救。卡死掉了自己。那佣兵救吧。机过来吧。
机过来看。我这台电机修掉了，那台电机能不能修掉？我的肯定能亮。好，你不看我是谁？那就可以。他跳了，他跳了，他跳了。跳了。来我这儿了。那先偷下来。走了。别叫！卡着！别叫！还有多少了，帅？我这边五秒钟，五。我先亮了。哦，来吧，好了。可以，压好了。他没跳，可以叫。他要跳。踩满了。开机。老杨开门了没有啊？我在开了起点的，啊，那我去开终点的。他带的就那个关门的那个，开不动。幽闭恐惧。啊，对。这国服女巫也不行呀，就淘汰一个。没办法呀，这真的，哎，有点尴尬。举报了，这他妈坑逼一个，演员一个，啊，把这忙你先举报了好吧？我本来我不会打，我不会打你，我是看着你的直播，然后我才准备练手女巫的，所以我的三宝是因为你的。走位，哎呀，你在直播中不怎么强啊，所以我才能发。举报了啊，东西是演员。别说了，没了，这上挂飞了，我们走吧，把护臂用用完。我看一眼阿东。啊，看什么叫？你知道我这满了实力吗？你看了吗？走了，不管了。我只留五秒，我只留他五秒，剩下的时间全部靠意识翻盘。是。他们几乎好几次都想放弃我，我说我还能抢救一下，然后我溜起来了。什么你溜起来？人家把你扛到好吧？